厨房找到游击管区接球之后呢，王胜伟没有问题，跑到位了，真的就稳定了。哦哟，这个球啊，打理是不错哦，还在飞，是一只长打了。今天呢，担任第二棒的是洪伟汉，那他不是新秀了。对了，啊，这个外侧的哦，可是打者蹬的动作都会有一点会被吸引过去。第一，一定要有经验；第二，就是说，我看一下，我先看这球哦，传了，是一只安打，那叫二垒上的跑者哇，结果我外野手处理球的时候还有一些瑕疵，哎，这可能会要加一个失误，哎，都不是自责分，虽然他也被打了比较多的安打。这个球哦，又是一支安打啊！张冠廷没有办法追到，那二垒上的跑者要回来得分了。哇，那这个看局，包括曾医生的那一支打的也是非常强啊。嗯，哦，不管是在这个滑球也好，或是速球这个球路也好哦，感觉上是比较投到这个比较铁的一个位置啊。而且重点是即兴来打。哇，扫出去，三垒手只能挡下来，捡起来要再传，来得及，嗯，还好来得及，哇，这个处理还好。2021年就有参加选秀，不过当时没有选中。这个球有点挤到，哇，哎，季庆安啊，算这一个时间差，这个对于东哥来说，过去这个位置这种动作做到闭着眼睛都可以做的，这绝对不可能，还是要睁开眼睛的，是在真撑着，不要不要，不是，你已经可以算到看到球要来闭着眼睛跳就可以了，面子会加分很多，啊，哦呦，这个内侧高的球，昨天的这个比赛里面张应德的打击还没有发挥，哦，说着说着安打就来了，这是一个中间方向落地的安打，也是他在本届官办住的一个地方，哦，结果这个变化球打者没有出棒出神，家长告知啊，哦，这个球打起来可是还是太高了，但距离够远哦，又到警戒区，今天申浩伟在这个位置球，黄杰接打起了第一球，我，哦，要看速度了，这个要处理应该是来不及了，这个就会是内野安打，哇，这个打得比短打还要巧，哎，就是你是用强拉式，哇，抓到了，刚刚才东哥才讲啊，不要被发现你的这个企图 啊，这一次就被发现了，还在夹杀，想要闪啊，好，到了，你出局了，嗯，你离开了哈，不远了。挥棒落空，哇！今天这个陈柏青，难怪就是说教练团，包括像投手教练，这个所有工作当然就交给横田久泽来负责哈。这个就一定他都有做安排，他选手的状况他就必须是最了解。我有出棒，又找到二垒的管区。今天二垒手是季庆然，哇！两次这个王胜伟都是反向的一个攻击啊，拿来运用。嗯，王正堂想要用偷点，哦，点过去了，那这样是内野安打，因为陈柏青就是唯一可以拦阻他的人啊，可是这个重心过来造捡球啊，哦，张俊德这一棒中间方向的飞球，不过这个距离呢似乎已经被掌握住了，接杀出局了，所以呢形成了，哦，这个大角度的变化球，前面来了一个高的，要不然你这个刘鹏出赛的话，他蛮吃长球速。哇哟，你看这样还真的需要蒋志贤的棒子呢。真的。出棒没有打好，但这一个弹跳，三垒手接到传，一垒是来得及的。那二垒上的两，还好效果有出来。出棒反方向哦，但是距离还是不够，遭到了接杀。二军开始。这个半局林威汉的打击传出去了，哇，这个跟二垒手的站位也有一些关系啊，但是敲出来也就回来选秀，这一球打了一个外野的飞球，还是被掌握住了，哇，这个曾子佑还在寻求有机会，结果这一球打了一个还是找到张冠廷的一个防区啊，哦，先往后再往前，但没有问题啊，还是把球给接住了。江国豪今天到目前为止整体的内容还算不错了，嗯，就
一局。哇有结果，这个直球再见了，看着球吗，有没有办法转回来，跳起来没接到，哇这个球有点旋回来，那这是一支长打，那一垒上的跑者回来得分了，黄杰希，这个说我上一次对被这个前辈是我就直接差一点过大墙扫出去的，阿达里绝对有，可是看那个球好像有点被吹回来的感觉，对我想说会直接出墙，哎、有一点吹回来的感觉，你看停下来了，不管是力道啦，包括整个一个高度，其实张冠廷有接到、欸、已经碰到手套了啦，嗯，就这啊，没有出棒啊，结果呢就站着不动，富邦的发挥好像又遇到了一些比较不顺哦，这个球比较高，打了一个外野的飞球，找到了接上，需要在这段时间开季前所找到的收获。接球找到二垒的管区，金星然接球之后呢，传一垒，形成了两出局，等于手里啊、嗯，就是投手是慢慢这慢，我看一下，这一球哦出去了，是一支安打，在两出局的情况下，王胜伟这边呢敲出了安打，这是总教练哈、哦，哎呦，结果这个慢速的变化球丢，哦做攻击了，这是安打了。这只哇哟，结果在外野手处理球的部分又出现了瑕疵啊！啊，两分回来了是没有问题，一垒就会空手而回啊。出棒了，中间方向落地是一支安打，这没办法啊，因为他的这个球威很明显有体能上的问题，所以应该要哦掉到了这个变化球，掉到林哲轩出棒关键的一个三振啊，小波。我还好，这个富邦悍将没有这个一球两命。哦呦，安打喽！人家说如果他，所以在突然间那个短打之后才说，你要不要直接打的会比较好一些、啊。这一场比赛他又双了。在季后这可能休息的天数就很短了。哦，发动战术啊，但这个盗垒啊有碰到吗？有碰到的话就 out 懂。就应该是战术失败。好、哦，这个球打出去还蛮深远的哦，但是到了警戒区啊，进到了虾池里面。好，没有关系。直球过来做攻击，反向进到了右外手的手套。那右外手，挥棒哦，不是说特别快哈、哦，不过还是有带一点小小的位移啊。我们有气势的碰这个球。哦，这个球区前接到了，收到自裁垒包就可以了。积极的攻击啊，但没。哇，大曲之后来了一个直球，张道远呢打了一个反方向的一个攻。比较年轻的面孔啊。这个球打到了游击的管区，先看到接球之后呢，传一垒，来得及。解决了林威翰了、啊，那这个引诱球没有进去啊，所以四外球保送，那安打还要再等等。不过不要提到我的名字。哦，做攻击哦，打穿了，因为二垒不是游击这边是空了嘛，因为王胜伟站得非常左打，他站得非常来啊，想来啊，哇，掉到了，挥棒落空，出局，所以传一垒就可以了。会让富邦球迷蛮开心的哦，这个球平飞球直接被游击手接到，还要赶快回来嘞、嗯！还好来得及啊，嗯，还好。那很多坏球太高了，太多了。那曾平阳跟陈博，往这个外角的角度试看看嘛。哦哟，这个球还在飞，有没有机会呢？到了警戒区，哎呦，结果没有办法接。哇，这个是这个手背这样感觉是瑕疵的，因为那个球没有飞出，可以接到，甚至连手都没有伸哎。哇，这个要交的学费还蛮多的、哦，所以这个时候太多了。林哲轩来了一支安打，转战到了，哦呦，结果这个球打出去啊，当然也不错，还在飞 ，home run， 上看台。杨元成呢，在乐天时期本身就是被看好有这种长打能力啊。很有 power 的一个打者，这个时候在台钢这边投手战力呢，比较目前还是有落差的情况下，在这个热身赛两天都有显现出来了、哦。
这个球是你的那个球路就哇，要么就直过来打，这个时候应该可以接了吧？是韦恩呐、啊，韦恩咖啡了、啊，韦恩对了，庄韦恩呐、啊，庄韦恩呐、啊，就在今年开机之前，他又改了名字，这等于是一个冲天炮了哦。对，最后是遭到了接杀，但高中来自大理。这一棒弄推的反手接球之后站稳了再传一垒没有问题，这次曾子佑掌握这个弹应该是蛮享受的，备受尊重、啊、嗯，遭到了接杀，所以需要再去加强就是投手的部分，十分要在控制的品质就会关系到他在一军的初赛能够有多少场。这球打出去安打了，而且这位是一支长打，终于等到了严玉轩，这个自主培训的选手连着两天呢、啊、当然都安排他担任先发的一个打线名字啊、嗯、妮卡应该就是他妈妈的了、哦、但这一棒没有打好，欧神接到之后先锁了一下二垒的跑者再传一垒，我今天都击出两支安打，哦呦，哦呦，就这个球有机会吗？哎 呀, 哎呀，这个的还是安打了。哇，那周家乐在这个处理球的判断上，以结果来看就是有瑕疵。但这个回传球传的也偏了，连续回来两名的这个跑者，还有什么？哇，四个坏球，他是真的等了。他在三振曾子佑的那一颗就很成功，对，有这个可能哦。真的也来了，但是带起来外野的飞球，我、哦、有机会，奥巴马，我又到底了，有气了，有气了，打出来了。那现在垒包上的跑者回来，而且孙医生想要上三垒，哦，还好 safe 吧，对，哦哟，哦哟，真的比较高的球，但是太高了，距离不够，已经就定位了，等于是再见接杀，申浩伟。